个超过50%，我们内部详不详细都看得到，打球有没有你也多练球。你像选手，世界选手他不能再看再练球，对对对，练就是练，练就是练。我知道要打这边，可是我打得进不进，差在里面。一个球，你看像刚才讲，我做好主攻给我队，我觉得你该砍没有砍，没有把他放过去，是吧？他也许为什么没站好啊？这方面不好砍啊，不会打了。他有一位一好，就那个就很好，他连跑位都不是一位一位，那个就是球也一位，那个就是一位的问题。像我刚接球的时候，跑过来，不包括刚才你都找不准队友，跑过去可以让人打。后来这个非常忙忙的人，他就去打好，这就是站位。没有，你是我从这边跑过来这边，才是球员。正好几球撞往前一样，达斯就在前面要抓，我就刚好弄到他后面，跟你的前面中间。我上次我们那个这个是要专门用，如果打杀你就不要不要不好就在你后面杀，你变得好，刚好过了前面，后面又掉下来又不能杀，东西就是补完就是。控球很重要，控球而且跑位，这个球你该砍就砍，怎么不要到位？这球不到位会不会就很难打？对不对？不打的话，这个球还该砍。哦，那个刚刚你是跟日本的，那个是不打，你是你们的，没有，他也是那个球友，不是我们的。这个你有没有跟他打过？因为我不会看，你在那边的话，球绝对会受攻。如果在我这里碰到，碰到的话，因为他就要等啊，不能够砍啊。球过来再冲进去出手，啊，就没死，就死了。他跟我们都经验不一样，跟我们一样是吧？我们打球不强势，可是我们会看对方在哪，然后就越双面。我们打球不像那年轻的，砰砰砰砰，他妈的，为了不一样，就全都不一样。哎呀，哦，这四个，你跟他，
你们两个是自己吗？没有啊，在这里你们是自己办比赛？没有啊，我留了，没有啦，是没，我俩就是大我兄弟而已啦，一起当起办比赛。我们当然应该是高级外，好不好？抢到了，踢飞机，又做霸主，大爷，对啊，大爷霸主，不用急，他上飞机了，你打算？阿汤哥，阿汤哥有来吗？阿汤哥这边长，刚好刚刚锻炼没看到他来。有啊。加上找我，加上抓，我就不想参加。那是老林结果，我打，到底怎么打？看不着。他打哪里的？不知道呢。东区下来吧，知道吧？哦，是三峡打。哦，哪里？拿他的面积。不对啊，三峡是88号啊。分歧，他说东区很少。啊？分歧和比赛很少。对，很少。啊，那个全民会长杯。中秋节是全民会长杯，我没有参加。这边的全民会长杯，它是台湾国内最大的民间，最大的民间的比赛。对，之前是公司的，之前在这边也是同样一个单位办的，也是全民发起，全民会办的，它是台湾办的，全民会办的，它竞争的是全世界第一啊，最严重。就是我们现在打的是那个。我大部分男生过来会被我们打好玩就好了，有一有一下来过，他先是会长会去我们打那个，他们就基本的手下不留情。他有没有分离？他有分离类型的，对啊，就是那个他一定会找我。啊，你是职业比赛选手？他们应该都爆了，我们是最后一队，因为要保养，还得找到90岁那个那一张多少项目，70、80，他两个是都爆了，后来前面是受伤的。那边都在邀我，那打那个全民会长，哦，会长，全民会长就是比赛。